被杀当日，凶手被害物已生。如今你好好看看，这人究竟是谁？哼！当年杀蓝风、杀林森乃是一套连环计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挑起仙妖大战。如今巨妖幡就在他手里，他怎会不知道杀害蓝风的凶手是谁？蓝风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休得挑唆！ 那为何蓝风被害之后，你急着把红雀踢去仙谷，贬去人间？绝无此事！我的确是被孔雀王贬落到人间。红雀，你还活着？ 殿下，父王说你因为蓝风的事自责，便自请踢去仙谷贬落人间，不久后便郁郁而终。不是这样的，殿下。殿下成婚那日，我亲眼看见孔雀王去凌羽殿找了蓝风帝君，他进去之后。 凌羽殿就被一道结界隔开，之后帝君便出事了。从那之后，孔雀王便借口我照顾帝君不周，将我贬去了人间。殿下，红雀跟随你多年，怎会不知你对帝君的情谊？可这些年，我没有机会同你说话。华叔，我们都知道，你想救蓝风，可蓝风帝君已经死了千年了。 又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呢？蓝风本可以死而复生，都是因为你。本可以。如今我让你看看真正的模样。怎么会这样？即便蓝风没有死而复生，也不可能是这个样子。这冰棺不过是一个幻术之棺。 你看到的都是华墨为你制造出来的幻象。华墨，蓝风帝君为人善良正直，只因喜爱华叔，就被你借机害死。若他能入土为安，这千年过去也该重塑转生了。被你的这具冰棺盖着，他现在已经心猿散尽，永世不得超生了。 我是真的吗？大敌当前，你我父女该一致对外。是真的吗？是我干的。
若不挑起仙妖两族争斗，我孔雀族哪有出人头地之日？你瞧瞧这些仙门望族，有谁把我放在眼里？你就甘心永远被他们踩在脚下吗？舒儿，只要你继续聚妖反赵来魔君，我们就是三界世尊了。只差这一步，只差这最后一步了。可是那又如何呢？没有了蓝凤，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呀？我就知道关键的时候连你也靠不住。 既然你不肯动手，那我来帮你。风叔华某，我闻魔神讨来这催星咒法，就是为了以防万一。听我号令，集齐巨妖幡！ 打开怒视妖门，开门了。 孔雀族华叔罪无可赦，今日自请耗尽仙元，将魔族永封巨妖幡。我不求什么宽宥，只是我族人乃被逼无奈才修魔道，
而今我已将他们身上魔气抽出，求诸位看在他们身不由己的份上，不要赶尽杀绝。华叔将永守居妖幡，为族人赎罪。 你已闯过九宫塔，是新一任天帝了，该如何去做，你自己下令吧。孔雀一族。 罪孽已由华叔还清，从今日起，众仙族不得刁难，违者重罚。请遵天帝之令。免礼。谢天帝。 凤隐，千年前我害你仙缘散尽，千年后我却在这里自食其果，也算是报应了。你我恩怨，今日了结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凤隐在，没有人会动孔雀族。 谢谢你，凤仪。你我只怕永生不会再相见了。临走前，有句话我想对你说。很多年前开始，我便羡慕你的出身，羡慕你的天资。可如今我才想到，至少有一件事，我是不必去羡慕你的。 是魔气，在三界中来去自由，是冥气。我们跟上九妖幡，走。